Hello， 兄弟，能听得见？好的，能跳哪样？我想跟着你跳。跳这咋样？这个这么刚啊、哦？我不太喜欢太刚烈的。这里，咱飘过去。这里 OK， 我想跟你活久一点啊，兄弟。好的。好的呢。怎么那么兴奋啊？上一把吃鸡了吗？没有，比较喜欢你的声音。你的我也蛮喜欢的，所以我们互相喜欢哦。好的呢。这是不是要荡伞啊？咱得飘过去。要稍微荡一下伞。嗯，对。你的腰力好吗？啊？腰力好吗？你们看到这一前一后的，哇！还可以。还行，是不是？兄弟，我飞不到啊，我可不可以就地落啊？嘿咻！好的，我也过不去。你别乱飙啊，这个腰力不行啊。对，腰力不行。不行、啊，要我帮你锻炼一下吗？算了，不需要。晚上我来我房间，我让你锻炼一下。嗯、啊。要吗？算了，我松了。还是你帮我锻炼也可以啊。你知道是锻炼什么鸡吗？差不多了解了一点点。是什么鸡？来，你猜猜看。我不想猜。不行，猜一下。算了吧。那我公布正确答案了。答案就是要锻炼我们这个阔约鸡。嗯，表示不太懂。阔约鸡你不知道吗？不太懂，就是控制那个喷门的，就是上厕所那个喷门。什么叫喷门？哎呀，这个就是你伸缩。了解。对吧？那个叫括约肌啊。好的，懂了。可以听得懂吗？有没有跟我玩吃鸡？还可以学一些尝试哈。嗯，对。可以。那你想要跟我一起尝试吗？嗯。哦，好的。那你要来我家，我们才能互相尝试啊。那算了。你哪边人啊？我是陕西的。陕西可以。那必须的，陕西牛逼。陕西牛逼。为什么陕西就特别牛逼啊？没有我在。你这个臭不要脸的。你是不是很年轻啊？对，特别年轻。你是19？嗯，对的。哇，那你在网吧吗？嗯，是的。对，怎么啊？你不要那么娇羞啊！你娇羞，我也会娇羞。嗯，可以。我还没吃过小弟弟、啊。那你来我家。陕西是不是？哪一条街 ？M4枪屁股要吗？我要你的屁股，我都不给，给你 M4 的。为什么不给我屁股？我半夜如果睡不着怎么办？啊、这么晚不睡，女朋友不会生气吗？嗯，不会的。不会的、哦？哎，真的有女朋友啊？啊，没有。你为什么骗我？这样显得我有女朋友。哎呀，没有女朋友没关系啊，我又不会笑你，对不对？你好像也没有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我在找男朋友啊。啊？你找男朋友？我现在电脑桌都有点浮起来，你知不知道吗？六六六。我的电脑浮浮沉沉的。啊？六翻了。那你中意我吗，兄弟？嗯，对。哦，你想跟我嗯？不行啦。不行。人家很有节操呢，人家黄瓜大龟男呢。嗯、啊，我也是。你也是是不是？咱要装甲车还是啥？空投吧。好的，你说了算。没，还是你要装甲车也行啊。嗯，你说了算。不行，你说的算。
我听你的。我给你撂到地上。好啊，不要你射啊，你射啊，我看你射啊，我喜欢看着人家射。你先射。好，那你看我射哈。对，我射了。你射哪儿了？我射你，你好像白射了。没关系啊，不要了，一个信号枪而已，有你就好了。我没技术，不是不我不这游戏技术没关系啊，其他技术好就好了。嗯，其他技术好我也见不着你啊。你什么技术好？可以分享一下吗？我技术好的方面很多。什么东西？口活是不是？不是不是不是。我口活特别好。沧海一声笑啊，快乐的不得了。嗯，可以，很好听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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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换你口活一下。我不会，我旁边有人呢，旁边好多人。啊，别害羞嘛。还是你要听别种口活？你随便。好了，我来了。这个声音听着有点舒服。舒服啊。你还可以，你变态吗？舒服，这是我听着舒服，那是我家吸尘器啊。左边，哇，这边，哦，我挨打了，挨打了，拜拜，我还在，我跑，走位，别那么可爱啊，躲那边有点危险哦。没事，我还可以秀。我可以秀，可以天秀，秀一波操作。对，天秀。哎，你干嘛？你想跟我在一起是不是？来，头靠过来一下，按着你的 Q， 然后给我一个么么哒。这就算了，先打人再说，先把人打完。那打我，如果杀一个人，你要给我一个么么。好的，可以。那我这个我要认真了。右边，你的右边，打一个。右侧倒一个，然后左边来一个，左边，全死没了。哦，你，我这边为什么听不到脚步？我什么都听不到。你这个声音可能开太小声了。这边有，我声音已经放很。哦，这边有枪。我声音已经放很大。这边有那个武器。兄弟，我两杀了，要给我清一下。一会儿。我现在听不见脚步，什么都听不见，只能听见跟你聊天。我们先进房，这个好办事啊！来完成这个亲的仪式。来，什么叫好办事？我先跑，我先跑。不是，你亲我一亲一下，来，先亲一下，别跑。等一下，等我跑一会儿再说。不行，先亲啊！我已经杀两个人了，快亲！你不亲，跑完再说。跑你不亲我很伤心啊，兄弟。那你这样好了，这样好了。简单的就好了。如果我要再带你吃鸡，你要给我认真的吗？认真的。好的。然后你下一局还要带。想得美啊！下一局。你这个糟老头子，坏得很。我看见了。看见。西北三。看五零，西北三五零。我中他一次，打二枪。nice 啊，漂亮！倒了。他队友应该会进来，看一下。那这个队友在我前面，在那个石头后面，330，看见吗？我看见了。左边，快跑！痛！我打个药，哇，这两个雷，哇，妈美皮！兄弟，算了，没有带你吃鸡啊。要不要？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帮我按个赞，也可以到 Twitch 实况这边跟我做一个及时的互动。最重要的是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你的小铃铛，你就可以得到我发布影片的第一手通知哦。那我是李听，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